今天我们又给你一个小任务，就是是想套路我吗？我们从来不套路人。那上次口红是练的，你看一下。少爷让小白做的动作比心，主动拥抱，撅嘴学猫叫，但我不能说出来是吧？你不能告诉他，他也不知道有这个事儿，因为他那里是没有接到什么任务的。少爷，你看他。这边什么？什么？你们刚刚说的话什么？是不是？那倒也没有，我都。你多久没给我发微信了？昨天不还前天给你发微信了？我们现在检查一下好了。打开你跟他的微信，马上打。太害怕。不害怕，我前天就是给你发微信了，还是大前天啊？你看，你现在已经在我这里面在哪去了？啊？看一下日期，星期六下午八点。星期六下午八点二十。前天，那确实是前天。但是在前天之前都没有发过，但是前天发了，你听下来。收到你送的花篮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光光方当面感谢一下行不行？然后可能大概拍摄就这样，比较颜色鲜艳，然后中间然后反应，然后比较亮就怎么亮。他这边进水，不要站那。不是，就他们俩是靠在里头，不会像。你举个，我给你打个点。不用给我。哇，你们俩一走出来就变帅了。因为外面的光比较帅气。对，我感觉就像是十年没见的人。我也感觉我十年没见的人。是，我也觉得像十年没见。你确定是二十天吗？他也不给我发微信。哎呀，他不要觉得太忙了。忙什么呢？你觉得忙？觉得啥呀？觉得我忙。少爷，我跟你说，那天我们去后台，就是他发布会那天，我们去后台，他都没理我们。你发布会为什么不邀请我？是，没理我们。我们还被赶，一直被赶。一个人都不让来。然后少爷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那天发布会，他们还赶我们。我问他，一直把我们赶走。我问他为什么不邀请我，就是一直赶我们。然后他说一个人都不让邀请。对啊，就是他说艺人太红就要爆皮。不过确实我也没看到其他人，所以没去。傻吧，是不是？忘了。这啥呀？这是。哈哈哈哈哈。嗯。我觉得现在感觉还不错，可以后边再。然后我觉得随意哈。非常好。来点钱。就随意的差不多，然后咱们下一个表情和身体量比较正的，然后觉得就是俩都靠在那儿，然后比较厚实。啥？比较胸大。嗯。好，我们开。你们那天在二楼吧？那我妈妈、爸爸看到我妈妈了。看到了。我妈也爸去了，是我妈妈来的。
还有我小妹儿。他说就我肺不好，他跟他的尖叫声最大，你是压轴。是因为我们会有尖叫声，他在压轴吗？不然的话就连放都不用放。你一出来就整个场子都燃起来了。所以你看他不邀请我去，你知道那天我在他门口徘徊了多久？嗯，大概有3个小时。太夸张了！我那天去狼妈的签售了。我知道啊，我本来想去，本来梦梦姐说要来的，被你给调走了。我本来想我们两个一起去。对啊，来啊！你那我们去了之后，你还能开吗？就取消了。都看你了，不是看我。Yeah. 你把它整了。不是沾两下不行啊！我。小白，你当时在台上的时候，你遗憾吗？啊，遗憾吗？他在台上说了100次少爷。哦，我听说连我名都没提出那个人。那个人是梦。我觉得好像就是一般，反正小在那坐着，反正自己什么。然后如果你要坐住的话，就是整条腿都可以放下来。好冷啊！如果放，就能坐得住吗？就是千万别摔了。可以坚持。那现在先放上去，然后一会儿正式拍的时候再试。不枉了。就是你可以抽，然后看，虽然里头没有王八，但你可以假装抽到了。看人家，黄豪豆好像感觉，然后比如说你抽到了可以两张，然后甩出去那样的，比如说你是一对儿的，有一对儿的那样的。要吗？等会儿我这边我扫一下看有没有表情，瞬间特别好奇。大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歇会儿。歇会儿，那我们玩一打。歇会儿我就过来。哎，你觉不觉得，就是他这么久不见我，感觉像？你的意思，我应该抱起来，你一顿擒一顿滚，真是。但也不用，但是你最起码意思一下吧。你们俩见到他就给他礼物了，是吧？啥礼物啊？那礼物不是粉丝给他的吗？那也是我想着给他了。就比如说我，哎呀，就比如说我现在见到你，因为咱俩有20多年不见了，看着我就挺开心的。有啊，咱俩就是头型。你是发型我也是不能，尤其刘海下来的。他现在不是变回去了，他现在不是变回去了。变回去了，那你也没什么想法，你也没什么，你比我还冷漠呀。你说我有句话说完吧。没有看到一个金牛座的，就是10分，他只表现出来1分，你看我这个。你别天天给我整星座，是不是？你什么星座？天秤。他。亚瑟要吗？不要，你下来。算也炸了。算上。炸呀！小米出了一个5，华为出了一个6，iPhone 出了一个7，在线炸。要不起。6，要 daddy。7。
少爷脑陷入了飞快的思考。少爷现在是三星。飞快的思考。直升机发布会，我送了个花篮给了贾木星。那你知道？谢谢12的花篮。那你知道你那个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百合吗？对啊，是什么花语呢？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沈阳。啊？我们也要听。你们俩在说谁八卦呢？嗯，说你啊。山鸡天，我们用别的语言。有结果了吗？来，过来。你不能这样。那怎么？你再用别的声音。别吓人。你猫怎么叫？那狗怎么叫？我凭什么呀？汪汪汪。这不那么搞笑。还有什么？羊怎么叫？狼怎么叫？鸡怎么叫？鸡我不会。鸽子怎么叫？蛤蟆怎么叫？那个莫瑞怎么叫？鸭怎么叫？莫瑞怎么叫？莫瑞怎么叫？老公，莫瑞怎么叫？哎呀妈呀！乌鸦怎么叫？啊啊！你这是乌鸦吗？喜鹊怎么叫？喜鹊不是这样叫吗？蟑螂怎么叫？我很好奇。蟑螂怎么叫？他都玩过这个，你玩过可无聊了。啾啾啾！老鼠怎么叫？啾啾啾！少爷。今天有点事吗？今天啊，可以。你为什么要对你好好？请你吃饭可以随时通通吗？还签合同是咋的呀？谁知道？请你吃饭，我没请你吃过吗？那你就跟对方说我想请你吃饭。说呀，问，那让大家见证啊！不用大家见证，都听。那我怎么能知道啊？为什么？我这不会请。哎，那你发专辑的？来，告诉他说，让他说，他必须得发出来，拉钩，拉钩，说呀。我们记在心里，不，就在手上。让他说笑，不行，骗我，你就经常骗我。说呀。然后我们一会儿这样，就是一个人从下面，从这边往这边走。我不听。他说没关系，没事，他说他不请我。然后一个人就是往上走，就是一个是这个方向走，一个是这样往上走。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一个人从上往下走。从上往下走，好，那都是就是一个人从上往下走，一个人是从那边红房子往这边走。好吧。要打伞吗？打。没人打把伞。雨有点大，我不打。你专门把我偷偷拉到角落是？我要完成我第二个任务。第二个任务就是让他跟我说你真棒。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但是他说要请我吃饭。第二个问题是他夸我最棒，一会儿我就跟他说你给我拍下来。啊，所以你已经想好了是吗？对呀、十句话就来说。我帮你数着啊，你把我拉进后厨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只有这个地方非常隐秘。怎么样，我来给你做杯咖啡好不好？可以。哎，那你刚刚有拍到我已经完成了两个任务，我现在还差一个比心和拥抱，对不对？因为刚才在喝啤酒的时候，然后我无意中 Q 到他撅了个嘴，然后刚才猫叫也学了，所以后面还有。但是他这个人呢，我觉得比心应该很容易，但是拥抱，我要不主动摸他，他应该很难那个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。那你有没有想好方案？还没有，那这个可能就是会有点生硬，就是会假，对，会有点假，但是他会不会察觉？你觉得？他应该还好吧，像脑子，
其实我们也给他布置了任务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我早就感觉到了。什么？他想让我说请他吃饭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不知道。未免太生硬了。我本来想就是，哎，就让他满，就是让他那个一下，就是觉得他完成任务一下，让他高兴一下，但是还是想逗他一下，就不用那么快的让他完成任务，是吧？那具体其他的东西，我在想他应该一会儿也憋不住了，所以我们去出去看看吧，拭目以待。给你透露一点点，就是上一秒会一起抢。什么秒？就是今天晚上我会发一个福利，然后呢，截止到什么时候？然后那个点七，比如说截止到明天晚上七点的，谁给我评论的时候，第一条我就送他限量版的那个精装版的专辑，黑色的，然后是521我爱你的编码，然后他们说让你也跟着一起抢，然后到时候看看能不能看到你，我就送给你。所以明天晚上7点你去给我评论一下，有可能就是你哦。那也看我的心情，想不想要？不送我。但是你要走的是所以你本来是转发，但是我后来改成了评论。我棒不棒？我送你这个专辑，你说棒不棒吧？这什么鬼？你那么乖吧？棒，就你就说我棒不棒吧？夸我一句，夸我一句，你就说小白真棒，或者什么你真棒，你真棒了什么之类的。好厉害的！他要知道了，你告诉他。干嘛的吗？啊，傻不傻？傻。不知道死。我是不是又完成一个？他差个比心，我跟你讲，他完成了几个人可以偷偷告诉我。好像啊，没有，这玩意儿你都知道呢。不是，他这也太假。哎呦，我的傻孩子。毛巾好像，我是觉得毛，但是毛巾的话，你要用特别热的水，烧开的水，比较烫。用毛巾呢，你怎么使？我用了表哥面膜，好棒不棒？棒。哎，他说了，是我棒。那你完成的死。我一会儿请你吃饭，好吧？你这他怎么都知道了？就是我你你其实 Q 的略显生硬，我跟你说。我有完成什么东西？我根本没有。但是你让我一直干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。所以我很生硬，他很自然，然后我都说了。哎，那我现在来采访一下，我来采访一下。他任务完成了。我来采访一下小白，你猜一下他的任务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，他一点都没有表故意。你一点都没有感觉？一点都没有，我想知道。其实他还有最后一项，哦，他好像都完成了是吗？他有没完成的吗？我想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。啊。如果没有完成的话，那我就走了。他好像还有最后一项啊。那好，谢谢，可以了。就让他完成不了。但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没有。大概猜一下呗。是你为什么不邀请我去你发布会？这个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不知道。抱那个，我就说嘛，他从来不抱我，真的是恶心。我什么时候不抱你？我没天哪，太恶心了！竟然是这种人，太伤人了。什么鬼？哎，等一会儿。哟，你今天这是谁呀？哎，对，我想问一下，上次那个我们在。你在四川的那个，他签的那个送出去了，送出去了。那个人，没有人遭到质疑吗？你来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？我帮孟瑞签了一个名，他手抽筋了，然后我就替他抽了，不是替他抽了，是替他签了。已经送给粉丝了是吗？好像是。
谁拿的那个也是挺生气的吧？那他们应该认不出来。我切的很像吗？蛮像的。这个是我签的。等一下，对照哦，对上了，对上了。你以后拍照少伸点舌头啊！我是情不自禁。为什么不能伸舌头？你给我个理由。哦，那马上不伸了。今天的照片你满意吗？满意。你有啥不满意的？是满意的。我要不要再回避一下？哎，你把机器给我架起来，我要控诉一件事情。看看一二三四五。我最喜欢听控诉了。我跟你讲啊，那天不是给他送过花吗？然后他晚上我都不想给他回。小白好可爱。晚上给他给我发，谢谢上来的花篮。咋了？然后我说你。有时间给我发微信了，或者是说你有时间理我了，反正就是这样的话。你知道他给我回了个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他给我回一个最近太忙了，就是没有时间跟陌生人聊闲聊。我什么时候说陌生人？你这个人胡说八道。我说我最近太忙了，连手机都没时间看，哪有时间跟人互动聊天啊？那就不是陌生人，但是就是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词。天啊，王博文，你觉得我可能说是陌生人吗？把手机给我。绝对没那么说，我最近太累了，一天都是事儿。我说我最近太累了，手机都没空看，哪有时间回微信啊？发微信啊？等我自己心里，我确定一下，然后我再给你。哇，这里你们俩好好看，多拍一点好不好？我真的一天四个频道，太累了，不用哭。你伤不伤人？王博，你自己说。闲聊啊，不正常吗？我现在放出来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好。先不用给他弄通。抱歉，一天三四个通告，我也是真的太累了，最近。你有空是看接下来的台本，也是没时间跟别人闲聊。我听出了重点，闲聊。别人。别人闲聊，对，我说的是跟别人闲聊，那我别人就是没有关系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我跟他聊了，我没有跟别人闲聊，但是我跟他聊了。他这句话证明他不是别人、啊。他这句话说下去以后，他有接下去跟你聊吗？他就说啊，那好吧，那你忙吧。你说谁伤人？你怎么不说这个呀？哎，那我最后回你一个，你怎么不回我呀、啊？回什么了？我最后回你是什么？你自己看一下。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？对了对了，小小姐。哦，等一下，对不上焦的，咋对不上焦的？对不上焦，不好意思。是啥？这样，少爷，你做一个助手。好，我学他啊。我学少爷。现在是小班模仿秀。对了，三二一，还不能是。我学的像没像吗？少爷的照，为什么你都收起来？我没有看一眼，干嘛弄得我们像偷一样？藏起来，拍完就藏起来。我们一起这样，还快。三二，他翻了个白眼。我的任务都完成了吧？你现在在敷衍我吗？每天？不是。哎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我们这个比现实要快吗？傻子，来再比一个。哎，我们是可以拍照的是吧？啊、哦，好。再来，说你怎么撑了这么久，就等这一刻呢？再来最后一张，三二一。啊，你猜到了吗？我的任务是什么？还没有，我告诉他的。你刚不想回答？嗯，学了，学姐，没有啊，学姐在那个地方看着，然后我就干嘛，说什么都不要紧。我没有接嘴啊，我让他记住了。还有呢，熊猫叫接嘴，拥抱，比心，我两个也都完成了。第一个，
直接拍照吧。拜拜。你要走吗？祝你好运。啊？嗯？耶。晚上不请吃饭了？晚上。他又说祝你干嘛，不要给他剪掉。I'm 23, I'm still so icky. Cause I'm more than a macho.